早安，我们昨天2点多才回到我们住的地方，现在要去吃午餐。今天的行程就是我们可能去一个像港口的地方去看一下那边的 view。晚餐的话，我们想去吃一个感觉好像蛮受欢迎的一个鱼的餐厅，因为这城市靠海边，所以它很多不同种类的鱼。我们昨天在婚礼上有跟其他人聊天，有聊到说他们推荐的一些餐厅和比较推荐的食物，今天就想说可以去吃。这个是 cheeseburger， 超级大的。早安大家，现在时间是早上11点多，我们现在就是刚把所有行李都整理完，我们打算去吃午餐，就是最后在这边再吃一次午餐。昨天因为下雨的关系，所以我们没有吃到那个鱼的料理，但今天我们差不多3点多就要走，所以我们也吃不到那个鱼的料理。我等一下会先从这边搭车到一个城市叫 Danzig， 然后我们从那边会坐飞机到首都 Warsaw， 再从 Warsaw 回巴黎，所以我们回巴黎的时候就是真的是又蛮晚了，又可以再吃晚餐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去吃午餐吧。
昨晚下了一整夜的雨之后，今天的天空也是蛮阴天，不过我发现这边的天气就是一下会是阴天，但是一下又会变成晴天。我们今天出来的时间太早了，所以我们就先到处走一走。我点了一个 fish and chips， 这个很好吃，我前几天有点。刚回到我们的 Airbnb， 要准备 check out， 最后去看一下这个 view。La la la la, I'm floating. We're so